这个作品就有意思了。我刚才你看，可是没有办法拍，它是一个立体的，所以我现在绕它一圈的话，其实应该可以看到我，对不对 ？OK， 这是可以看到我，所以看它是一个圆，三角形的圆，再过来的话，一样可以看到我，超级有意思的，利用视觉的错觉来做创作，然后这作品也是一样，他没有办法拍，因为这样好像拍不出来。对，看到没有？虚实用投影的方式，这看不出来，这是个投影的方式。然后鹿角，有没有鹿角？然后这个大红盘，刚很多人我在这边看，看不出个所以然来，我在靠近看。看不到，看到自己而已。要走远一点看，头有点晕，看头有点晕。怎么会有点肚子饿的感觉呢？奇怪，好玩，很大一个哦。来，又走回来了，嘿嘿嘿，有意思。OK。这样一个角度做 ending 好了，拿过来。